继续来看到艺文活动的消息。嘉义市第21届桃城美展今年评选出86件作品入选，新秀辈出上少年的入围者，年岁只有18岁，上资深的创作者则是大约70岁，老中青跨世代的艺坛人才汇集。这种的作品即日起伫嘉义市文化中心来展出。举办21届桃城美展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比赛平台之一，发掘培养艺坛新秀，也为嘉义画都累积能量。第21届桃城美展竞赛，真正的类别有书画类，包括水墨、书法、篆刻、加彩；含色画类，包括油画、水彩、版画。总共征集书画类162件，其中书法63件，水墨99件，色画类有271件，总共433件的作品参加。经由初审和复审之后，有86件的作品脱颖而出，对即日起在嘉义市文化中心展出。嘉义自古有画都之称，绘画是文化局推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，而桃城美展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活动。那么从84年开始办理桃城美展，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21届，每年的报名都非常的踊跃。今年有433件的作品，那么有86件获奖。那么我们这次最主要的是西画类以及书画类。那么目前呢正在文化局的34楼的展览场来展出，时间从现在一直到十一月五号，欢迎大家前来观赏。桃城美展各类得奖者前3名会当摕到奖金15万、5万块含30000块，预算的奖金有10万块。得奖作品将持续展出到11月才告为止。欢迎嘉义艺术的民众会当把握难得的机会，前往欣赏。最新新闻，张玉平、王小璇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